I gave you my heart. 当迎来大结局的 Penthouse 2将播出特辑和评论未完的故事。九名主演将在特辑中重温 Penthouse 2的名场面，解说制作过程的幕后花絮，同时也介绍第二季登场的客串戏份和相关花絮，并且预想介绍第三季。申东烨当渡言在第一季中担任特辑 MC， 第二季也将由他们主持。喜欢 Penthouse 2的观众们千万不要错过特辑哦，因为再来 Penthouse 3上流战争第三季6月份才会再播出，将要再等2个月之久。